夏天要喝什么饮料最畅快呢？当然是冰凉爽口的啤酒啦。有人说，一杯冰凉的啤酒能够消除一天的疲劳。如果啊，能和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把酒言欢，再配上美食佳肴，这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啊！位于树林的熊大爷啤酒烧烤屋，拥有露天式的开放空间，采用火烤吃到饱的消费方式，并且提供青岛生啤酒无限畅饮。如果呢想要喝别种口味的啤酒，也有海尼根和台湾啤酒可以选择哦，就是要你吃个过瘾，喝个痛快啦。熊大爷提供多样化的新鲜食材，肉品区、海鲜区、青菜区、火锅料、水果、甜点、饮料，哇，琳琅满目的食材，而且呢，不定期的变换菜色，即使常来也不必担心会吃腻。像是啊，在夏季限定的冬食青稞，在市面上的单价并不算便宜，但是熊大爷不计成本提供这些新鲜食材，就是希望消费者能够感受到店家的诚意与用心哦。熊大爷还有一道啤酒虾相当受到欢迎，新鲜暖嫩的虾子加上啤酒的清凉甘甜，绝妙的滋味啊，吃起来真是太满足啦。另外还有单点的神户牛排，一份只要150元，大块澎湃的分量真是物超所值呢。在每周三和周六，熊大爷呢还会特别推出限量海鲜，像是泰国虾、冰鱼、三点蟹、龙虾、干贝、章鱼脚，还有很多令人惊喜的食材，所以呢，每到晚上8点时，还可以看到大家蜂拥而上抢食的情景呢。当然，吃烧烤食物搭配的酱汁也很重要。熊大爷精心提供各种不同风味的酱汁，像是蒜味烤肉酱、沙茶烤肉酱、味噌酱、照烧酱，让客人能有多种选择。另外，店家还有特调的五味酱，酸甜的滋味很适合作为海鲜的料理蘸酱呢。不同的酱汁口感，让食物吃起来也别有特殊风味哦。熊大爷还有提供投篮机的设施，如果想要运动一下，来这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特别要提的是，在每周三、周六的晚上，熊大爷还有分别邀请东潮兄弟乐团、糖果和乐团在现场驻唱，热情活力的演出，让现场常常洋溢着欢乐的气氛，也让这里的夜晚越夜越嗨。还在烦恼不知道和朋友去哪里聊天畅饮吗？欢迎各位朋友赶快来熊大爷啤酒烧烤屋，享受吃到饱、喝到饱的痛快吧！